着中区彩台北报道，头沾紫行上麻辣天后传。自曝13岁时曾搭雪场机车，却出严重车祸，脾脏和胰脏破裂，大腿撕裂伤惨，送急诊，在加护病房观察四天，至今都常做自己死亡的噩梦，头脖子挫伤带了护颈好长一段时间，心灵上的伤害更重，之后经常梦到出车祸的恐怖场景，当中他已死亡，身旁的朋友家人则是不舍，一直流泪。车祸至今17年了，阴影还很深。头车祸时反射自 YOUTUEE 头反射自脸书。